各位老师，各位家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觉得我还是坐着讲，更自然一些。啊，谢谢大家。我姓胡，叫胡晓林，今年1955年出生，到今年是53岁，51岁接触《弟子规》，到今年700天。刚才在车上呢，我还跟那个蔡礼旭的蔡老师讲我的这个感受。说让我到马来西亚讲《弟子规》，实际上是最不合适，真的。因为这个，我来过马来西亚3次，去年8月、去年12月和今年的11月。每次来吧，我都感觉到，无论从这个行为、从道德、从谦虚，啊，从这个本分，我真的是没法跟在座的诸位的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相比，真的，我这不是恭维大家。我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大家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，一下搞了10年，4年级是11岁，这就到了21岁。那邓小平先生掌握政权之后，我恢复了高考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当年是23岁，一直到今天，11岁到51岁，40年，都干了些什么呢？3、4、1、12，12000天。10年搞文化大革命，造反，是吧？那是中国文化道德水平彻底沦丧、彻底灭亡的10年。然后呢，改革开放，拉动经济，强调科学化，强调产业化，强调市场化，这又是8000天过去了。30年的改革，12000天。所以作为大陆人来讲，我刚才跟蔡礼旭老师有个比喻，我没学弟子规之前可能是20分，现在学了弟子规呢还不及格，最多也就40分。而在座的诸位老师呢，诸位朋友呢，可能你们都已经是80分了。呵呵，真的。但是这影响不影响我到这儿来给大家讲讲我的体会呢？我觉得不影响。像我这么落后的，基础这么差，岁数这么大，又工作在贪嗔痴慢的领域，公司，我都能学好，以后你们的学生，你们的孩子肯定比我强。说你胡晓林真有这么坏吗？真有。在座的诸位谁打骂过司机？我干过。这是最简单的例子，在公司一不高兴，喝了酒之后脾气不好，就拿司机出气。啊，这个不要说弟子规了，这113件事1080字我做不到，我觉得我连正常人都不是，真的。那么大家肯定会感兴趣，为什么我会学到弟子规，为什么我会对弟子规感兴趣，为什么我会觉得弟子规是好东西，
我在这儿飞了6个小时来到马来西亚，要告诉大家的最后一句话，最根本的一句话，《弟子规》真是好东西。这个我呢，家庭出身呢是共产党的高官，家庭很有背景，这个福气很大啊，祖上积的德，所以呢我生意做得特别好啊，我的产品在北京呢每年大概有1亿6000万的生意额，同时呢我又考上大学，又考上研究生，又有一个家庭，两个儿子，所以说在一般的人看来我应该是个幸福的人，是吧？又有钱，又有家，又有事，又有生意，出门呢可以坐头等舱，度假呢可以住豪华的酒店，公司有司机，有秘书，家里有3个阿姨。问题是我幸福吗？我一点都不幸福，我很空虚。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，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会变成一个最幸福的人呢？我能够结束农村生活，回到城里头。哎，打倒四人帮之后，党的政策落实了，学生可以回城了，我回到城里了，这个欲望满足了，我又不幸福了，我又觉得空虚了。说小平同志说恢复高考，中国的孩子可以考大学了，我又觉得我要是能上大学，这应该是最幸福的。我就努力复习功课，第一次恢复高考呢我就考上了。上了大学之后很忙，毕业以后那时候中国就开始改革了，就开始做生意了，穷啊，真没钱，看见人家开车，看见人家买冰箱，看见人家买彩电，看见人家买好的家具，真羡慕。我又不满足了，我又觉得不幸福了，我觉得应该有钱啊，应该有钱，你目标又改了，我就千方百计想挣钱。从研究所工作，后来研究所把我派到美国，我一到了美国就晕了，我一看美国这么好的物质生活条件，这么富裕的国家，那时候你想想80几年的时候，82、83，那中国还是很落后的。一到了这个美国之后，一看这个天壤之别，就羡慕国外，啊，就觉得要能到国外生活，国外工作，能过国外人的日子，这是最幸福的。最后也得到了，家里也移民到加拿大，住在温哥华，也买了房子，也挣着钱了，我觉得还是不幸福。我觉得好像得到这个东西以后又觉得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这个时候呢我又得了癌症，1989年得了癌症之后又觉得最幸福的人是健康的人，钱也不重要，家庭也不重要，啊，事业也不重要，健康。所以你看目标又变了，缺什么要什么，这一生当中都在这种奔波当中，追逐当中，寻求当中，一直在向外找，内心不幸福。癌症治好了以后大难不死，93年北京开始搞房地产，哎呀，我觉得搞房地产挣钱多，来得快，
要是能做上房地产，盖一个楼，那是最幸福的。93年到97年，我又盖了一个楼，在北京，挣了很多钱，十几个亿。我从97年开始盖完这个楼，就出现症状，就是精神症状。为什么呢？空虚、迷茫，没有人生方向。所以呢，久而久之心态就变了，变到最后呢，就不能生活，不能自理。我就到了这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去看大夫，大夫说我这叫焦虑症。他跟我说40%多的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、抑郁症和这个恐惧症。他说你这个属于焦虑。焦虑症的症状是什么呢？这个自责，每天晚上半夜3点钟醒，自责、检讨、悔、后悔、埋怨自己。做事呢，心情浮躁，对待员工呢粗暴无礼，对爸爸妈妈也不耐烦。坐那儿看电视吧，这一个节目可能看不到15分钟，最多了。每天晚上借酒浇愁，讨厌工作，又不得不工作，硬着头皮去工作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应酬，请客吃饭，所以这个一吃饭，我自己先把自己灌醉，我就不管那么多了，啊，半斤酒喝下去，我就等于旁若无人了。客人是什么？客人在说什么，我都不听了，生活在自己的这种麻醉的世界里头，就希望利用家里的关系，吃完这顿饭，你把合同给我，我把钱整回去。我根本不考虑尊重客户，客户在我眼里头就是人民币，就是钱，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钱是挣到了，因为有关系，家里有背景，但是呢，精神崩溃了。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协和医院去看，这个科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去，叫心理内科，还有心理外科哈，心理内科。我就问大夫，他说，我说我这个病怎么回事？他说你这个病啊属于焦虑症，一旦你戴上焦虑症这个帽子，给了你这个结论，就不是所谓心理大夫劝解你、开导你，因为你已经到了病的比较重的这一端。我说这个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？那个教授说，我跟你说太多你也不明白。这个病啊，就是用我们医学上的话来说，就是脑信息送达地址发生故障。我说脑信息送达地址发生故障错误。大夫挺不耐烦，他说算了，我就跟你说吧，你幸福的信息老是送在悲痛的地址上，悲痛的地址老是给你送在幸福的地址上，错了。上海人讲话是神经搭错了，幸福的神经老搭在错误的地址，痛苦的地址上。哦，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大夫说，你只有服药，西医没有什么办法。我说我这个药管用吗？他说管用，我们在小白鼠身上做过试验。我说这个药在小白鼠身上做过试验，人呢？他说美国不允许临床没做小白鼠就做人，但是这个药有后遗症。
哎，有副作用，就是你会觉得眩晕，你会觉得有肢体动作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有轰鸣的声音。你比如睡觉，你翻身，肢体的位置一发生变化，你就脑子就和敲鼓似的，就和打雷一样。你说话旁边有一人问你话，你这么一转，那个特别难受，眩晕。他说你吃了药以后呢，你倒是不会焦虑了，你也不会失眠了，但是你会有这种副作用，很痛苦，而且告诉我要终身服药，而且要告诉我第二条，远离刺激源，就是什么东西刺激你，什么东西你不喜欢，什么东西你讨厌，你要远离它。我说这个，我还怎么生活啊？我挺讨厌我的客户的，你让我远离他，我觉得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。你说让我远离他，这西医没有办法，避免刺激。我吃了大概几年这个药，特别难受。所以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这个经验，学弟子规别的利益你能得到多少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你确确实实可以不去心理内科吃我过去吃那个药，这是我给你们保证。然后一个很蹊跷的因缘，就是我这个老岳母过世，这个2006年1月份他老人家过世，过世完了以后呢，邻居就跟我说你应该做超度，这佛门中的佛事。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超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佛，我在这个寺院一去超度，我就觉得很舒服啊，很宁静，气氛很祥和，跟我所熟悉的招投标啊，跟我所熟悉的公司啊，跟我所熟悉的什么跟竞争对手的争啊，是吧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哎呀，我当时51，我想我这要能过这种日子得多幸福啊，我觉得我错了，这种日子应该结束，但是又放不下，毕竟有正宫，有公司，毕竟一年能挣1亿多啊，毕竟还有一个社会的，特别是北京的，认为一个人成功必须得当老板，必须得有钱的这种价值观的趋势，放不下。在寺院里头呢，我就做了这个那叫地藏经啊，超度亡灵，完了呢就知道这个东西有这么一个宗教。我是抱着一种呢，不是什么往生西方啊，也不是什么，我确确实实想离苦得乐，我觉得我太苦了，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比吃药更强，能让我解脱痛苦。我没想着发财，因为我已经有钱了，我也没想着要求孩子，因为我已经有孩子了啊，我就想着我能不能不痛苦。哎，在这个寺院里的呢，就请了净空老教授的这个光盘，从光盘当中呢我知道了弟子规。我当时想，我这个你想，我4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，汉语拼音都跟大家说很惭愧，我发短信啊，汉语拼音10个得错5个。我一想，我真的是没文化，不是刚才郑老师说，我想我也别弄太高了，什么地藏经吧，华严经啊，我就听老和尚的，就弟子规吧。我回家一打开弟子规，
我一看这六个部分，一对照我自己，我吓一大跳，我觉得我没有一条做到。你守孝悌，我对爸爸妈妈态度特别粗暴，漠不关心，就是给钱，我觉得给钱代表一切，而且财大气粗啊，对爸爸妈妈冷漠啊，什么事儿都不能耽误生意，爸爸住院他们都不通知我，为什么呢？家里认为我忙，生意不容易，做买卖困难，不通知我。妈妈有病也不跟我说，都为经济，都为挣钱开绿灯。我是久而久之呢，也就接受了这种价值观，就认为我只要给钱代替一切啊，亲有疾药先尝，昼夜侍不离床，那我是在歌厅啊，我可没在我爸爸妈妈的病床旁边昼夜侍，我那昼夜是歌厅吧，桑拿吧，网球场吧，陪客户吧，而且堂而皇之，正大光明，谁说都说不出什么来，说这陪客人，说做挣钱，哎，好像就对了。再说这个信，赐锦信，我这老说瞎话，没几句是真的。见客户得骗，是吧？骗什么呢？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啊，人家提出问题，觉得你的产品不好，骗人。能够糊弄人家就糊弄人家，竞争对手给人家造谣，说人家质量不好，说人家服务不好，说人家产品有问题，罗列很多道听途说的这种不实之言，凡出言细为先，这六个字是真的没做到。犯癌症呢，你就更别提了，是吧？我连我自己都不爱，我还能爱人家吗？是吧？作践自己，借酒浇愁，抽烟无度，熬夜，啊，给自己折腾成这么大的病。家里的阿姨我一见就烦，我觉得他们都在吃闲饭。啊，我妈妈给我送点大米来，我觉得别送了，我也不在家吃，都他们吃，这是真的。两年前、三年前的我就是这样，心量特别小。我这一上午要不出去，我就觉得司机那钱我白给他了。我没事我也得给他派点活，外边溜达溜达。你心量小吗？是吧？我要在办公室听见秘书在门在屋外打电话，声音稍微大点，人家一高兴笑两声我就嫉妒。我说我这当老板的这么难，挣点钱这么不容易，成天求爷爷告奶奶，你们在公司还乐啊？你们还乐得起来？你看，一怒于他们，其实人家一点错误都没有。所以大家举这么简单几个例子，就能看到我是一个不能跟大家没法比了，说比监狱的罪犯要强点，我觉得也是有限，也是有限，只是没给我抓起来而已。在那儿生活就跟在监狱生活是一样，而亲人呢，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吗？人人吗？还有净空老教授、蔡礼旭老师这种人人吗？哼，外甥打灯笼难找啊！现在的报纸、杂志、电视，是吧？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、说到的，都是教你
走向地狱，走向深渊，走向人生的末日。到哪儿找仁人志士？所以行有余力而学文，这更谈不上了。行有余力不是喝酒就是谈生意，哪还学文呢？所以我这一看，我这113件事儿真的是一件都没做到。净空老和尚老教授说，做到弟子规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哎呀，所以对不起大家，我虽然穿着人的衣服啊，哎呀，坐在这儿像个人，只能说像个人，确确实实是汗颜。刚才郑老师说汗颜，我真是汗颜。所以我是基础很差，道德水平很低，精神还有很强的这种精神病的症状。今天我到这儿来给大家讲课，现在有20分钟了，大家没觉得我是神经病吧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给大家做证明，我确确实实是弟子规改变的，所以我敢站在这儿，敢坐在这儿给大家说，弟子规真是好东西。弟子规当中有一句话，能亲人无限好，得日进过日少。今天这个人人呢，就是弟子规。亲人你要亲近他，什么叫亲人呢？须臾不可分开。哎，处人待事接物，在社会上生活，在家里生活，在单位工作，老想着弟子规，千万千万别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做。真的，刚开始我学弟子规改的时候是真难，你想都51了。刚才给大家汇报，从文化大革命11岁开始，11岁之前我们还学雷锋，还知道为人民服务，还知道大公无私，还知道舍己为人。11岁之后就完了，到了51岁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习气有多重。改变这个习气，我在这里要把我的体会告诉大家，真的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儿。大家千万不能有这种今天学了弟子规明天就变成圣贤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真的是，真的是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必须抱着一个现实的态度。但是学弟子规做弟子规还好，在我们今天这么重的污染的习气之下，不幸中之万幸，做弟子规真幸福，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所以说它能做下去，大家相信吗？谢谢大家。弟子规做起来很快乐，企业挣钱，挣不着钱快乐吗？嗯，弟子规能解决挣钱的问题吗？真能。我看大家眼睛都大了，你别把我看成人民币啊，我不是人民币。2006年10月份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属鼠的，当年34，好像是，得了癌症，鼻腔里的鼻咽癌，他的癌症的这个细胞种类叫横纹肌肉瘤，就是肌肉的横纹，肌肉可能分竖纹和横纹哈，横纹肌肉瘤，这个瘤子非常毒，转移扩散非常快，
那时候我已经学《弟子规》了。我的人事部经理找我，他说：“胡总，这个得病了，住院了，给转劳保吧。”我当时呢想起来说，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，能不能用《弟子规》？我这人呢有一个优点，我就执着，我觉得《弟子规》一定能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。你说我学了《弟子规》，公司成立十年第一次出现一个员工得癌症，我应该怎么对待？公司员工都知道我学《弟子规》，而且身上有变化，我怎么对待这个员工？无疑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方向，是一个导向，是一个榜样。我说呢，你先等等，我按照制度应该转劳保，走医疗保险，那等于就把这个员工清除了，就不是公司的员工了，回家了，从社会上拿救济。我当时想，我在这儿也跟大家说，学了《弟子规》之后啊，遇到事儿啊，别太着急做决定，先啊放一放，安安静静的自己啊拿着《弟子规》看几遍，看看这《弟子规》啊哪一条能解决这个问题，真的。事务忙，忙多错。哎，我找了这个窍门，我也跟大家在这儿跟大家分享。我遇到事儿呢，不论是大事小事，急事还是重要的事，我先把这个员工啊、下级啊、我的部门经理、中层干部，先请他们回去。我呢，亲人，关了门，打开《弟子规》。看看，真的，看看，找找。有些时候，他们有一些条啊，没有直接联系到这件事儿，但是他的精神在。你要学会举一反三。孔子不是说了吗？不能举一反三的人，他就不愿意教。一定要举一反三。我想，我就翻开《弟子规》。凡是人皆须爱，天通父，地通载，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速矣。你说今天这个员工我应该怎么对待？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说这个员工不能离开公司，工资照发，他在治病，他治好了病肯定还回来工作，他得病之前是工作人员，得病之后他还是工作人员。然后我那个部门经理就挑战啊，他说您要是这样说的话，那是不是以后所有的员工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你都这么去做？你看，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学《弟子规》是有代价的。他不在企业学《弟子规》，他不是跟你夸夸其谈，他不是跟你风花雪月，他是也不是跟你是谈玄说妙，你得动真格的。他一年十几万的工资啊！我说对，只要公司员工得了这么重的病。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下这规矩，病有所医，老有所养，一直到他走，不许改变人事制度，这一条要改变过来。人病了就把人家转，人能干就留人在这儿，这不是《弟子规》的精神，大家说呢？
他呢结婚五年，有一个三岁的女儿。我刚开始啊想，我这个开了工资了，所有的待遇都不变，每年十几个月的有双薪奖金啊，这个都有就行了呗。你看我又开始陷入自己的那种模式，我给钱了就可以了吧。我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。我有一个妹妹，如果我妹妹要得了这么重的病，我应该是什么感受？视诸兄如视兄吗？兄妹吗？哎，我怎么也联系不起来，他是我的亲兄弟。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啊？这《弟子规》啊，说的是真容易，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，这就是六个字。你说我也大学毕业，也是硕士研究生，做生意很成功，你要说我不懂事儿吧，我还真不承认。怎么这种感觉，凡是人皆需爱，这他妈爱心就没有呢？我说，净空老教授在光盘上讲，每个人都有爱，我怎么就找不到这种爱呢？我说不行，我这次一定要把我这个爱门给开发出来。我就去看他，看他呢，我看他很沮丧，他这个瘤子转得很快，从鼻腔转到咽喉，从咽喉转到肺，从肺往上转，转到脑子，呕吐，肺里积水，又转到胰腺，摁了葫芦起了瓢，每天都在做放射。我这个，我得过癌症啊，我们岁数差不多，他34，我35，我1989年，哎，我找到感觉了。我当时得癌症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孩子，你想嘛，他结婚五年，三岁的孩子，我从这儿跟他谈起来，我看他闷闷不乐，也不愿意说话。我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？我说对。他说我最挂念的是孩子。我说你这病要能好了呢，到今天公司的你的办公室、你的办公桌子、你的文具、电脑我都给你留着呢。首先我不相信你好不了，第二万一你好不了，我就把我给他准备的 DVD 那个 portable 便携式拿出来，你有更好的地方去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我说我虽然是个佛教徒，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能排解你的忧虑和烦恼，我就给你讲讲这个境界，我就给你讲讲怎么才能去那个地方。如果你呢命不该走，你好好的在这干；如果命要真走了，你到那儿去，那儿比这儿强，真的。我说这个你走了以后呢，我还在这儿给你坚守阵地，我到最后也找你去啊，我给你坚守阵地，我把你后边的事儿都给你处理好。我说你信得过信不过我？他说我信得过你。他说我哥哥就跟您干了10年，我跟您干了5年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您这人不错。我说你要信得过我，今天这个女儿就是我的。哎，这个妈妈呢可能还得往前走，这个女儿呢就是我的。我说我俩儿子也没女儿，
我一直给他抚养成人，一直给他带到他能工作能上班，我从医院出来，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晚上。今天这个活动没有一点利益在里面，不是为了挣钱，也不是为了看客户。我不仅挣不着钱，我还接受了一个女儿，我还给她买了好多东西，我还给她找了最好的医院，住了单间儿，用了最好的药物。我出来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说，这个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。我心里在暗暗想，原来爱别人是这么样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我这50多年都干什么去了？这么宝贵的财富，这么宝贵的资源，我从插队一直到51岁，一直在寻求这种感觉幸福，就一直没找到。不仅没找到，还把自己给折腾病了。今天通过这个员工身上，我刚刚学弟子规不到8个月，我刚刚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我是很少流眼泪的。我今天就开始就觉得这弟子规是真伟大，我这一个半大老头子就能被这弟子规把眼泪给催下来。我觉得爱是真存在，爱是真能找到，爱是真有力量。人生活在爱当中是真幸福，这是我的结论。所以弟子规虚吗？不虚，弟子规改变了我，我就彻底的从焦虑症的阴影当中恢复了。连医院的大夫都不相信，他说你现在可以不吃药了，我说可以不吃了。他说你跟我说说你现在采取什么治疗，我说我没有任何治疗，我就是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这个弟子规当中找到了。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也明白了我将来到哪儿去，我知道我跟大家是什么关系，我知道我在这个社会上该做什么，该说什么，该想什么，我心安理得，我再也不焦虑了。所以确确实实是弟子规给了我人生的方向，找到了幸福的一点小小的感觉。这点小感觉对我来讲很宝贵，因为苦苦所求40余年没找到，今天找到之后呢，
我说什么也不能够把它放弃。我的公司呢有100多个员工，我想员工来到我这儿是个缘分，人没有缘不见面了，我一定要把这好东西给员工介绍过去。我再也不希望我的员工走我的老路，他们有些孩子18、19岁刚刚毕业，有些呢跟了我10几年，我碰到这个好东西我要让他们知道，这个东西学校没教过，电视上没演过，报纸上也不报道，杂志上也不写，他们确确实实找不到。我胡晓林找到了，我不告诉跟我有缘的人，用北京人的话，不够意思啊，不够意思。我就在公司，我知道这个东西跟大家距离很远，很难对《弟子规》升起信心。我当时就想了2条措施，第一个，我绝不占休息时间让大家学《弟子规》，不愿意让大家产生反感。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本来是件好事，如果按照一般的公司的习惯，都是周末培训，占大家的休息时间，这个好事就办坏了。我那是上班时间，同时我给大家定了一条规矩，谁背下《弟子规》，并且做了1、2件《弟子规》真正的事情，在你生活当中我就给谁3000人民币。我当时我那人事行政部找我说，胡总，咱们公司100多个员工，你准备拿出30万？我说对。我说我们得癌症那个同事2006年10月份得病，到2007年年底15个月的时间，医药费130万。我这个100多个员工有1个员工不得这个病，我就够本了。当时这员工，你想在中国这种劳资关系很紧张，他们都觉得这是北京人说话，这叫忽悠，你当真吗？背下来您真给3000？我背下来真给，几个员工到我办公室背都没背下来，紧张。你想我为什么看出紧张来呢？他到我这儿背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拿到了他还跟着念，其实他是能背下来的，他紧张。我一看这不行，这个紧张反映我这个老板没当成功，那员工紧张。我说紧张的话我们就成立一个文化部，你们去找这经理背，只要经理合格同意了，3000块钱就给。刚开始呢大家呢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你说好像上班时间胡总让我们学习这么好的东西，也不是公司的业务培训，也跟公司的生意没关系，这东西挺好，让我们背还给我们钱，好像我们就是为了钱背的。我说所以呢大家有2种心态，一个觉得不好意思为了钱，还有一种呢是不相信。后来有那么几个员工呢就真背下来了，
真背下来以后呢，还写了心得。我看到员工写的心得，我特别特别高兴。当中有个员工3000块钱拿走了，心得报告交给我。他说啊，我们公司是有产品，15万个用户，我们有个呼叫中心，英文叫 call center， 就是别人要修炉子打进来，那么这个员工呢是在这个 call center 工作，呼叫中心工作，他晚上值夜班，2点钟上班到晚上10点钟下班，8个小时。下班完了以后不回家，领着一帮的同学朋友去麦乐迪，叫量贩式卡拉 OK，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唱歌去了。爸爸妈妈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夜里不回家，为什么呢？夜里那卡拉 OK 的单间便宜，一晚上才120块钱，唱一夜，这个爸爸妈妈就睡不着觉，只要他一不回家就给他打手机。那个卡拉 OK 特别吵闹，根本听不见电话的声音，爸爸妈妈看他不接电话就更担心啊，深更半夜的就给他同学打电话，给他的朋友打电话，都找不到。这是他平常的日子，只要一值夜班就约着一帮朋友去。第二天回到家凌晨4、5点钟，还回到家以后还给爸爸妈妈发脾气，谁让你们给我的朋友打电话，我多没面子啊，好像我成天不回家似的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给我打电话，你知道在世界上我最讨厌谁吗？我就讨厌你们老两口成天纠缠着我。你看，做饭洗衣服从来不干。他在报告当中写，他说我学完弟子规之后，从守孝悌这个孝字，我看到了亲所好力为具，亲所恶谨为去，身有伤贻亲忧，德有伤贻亲羞。原来我的爸爸妈妈这么跟着我，这么叮嘱我，千叮咛万嘱咐，是因为他怕我身体有害，怕我身体有伤，他们是希望我好。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是真的，那当然除了胡总啊。然后这个他说我完全误会了我爸爸妈妈，他们原来是这样一种考虑，他们是在爱我的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才这么喋喋不休的给我打电话，才这么没完没了的嘱咐我，而我却对他们态度这么粗暴啊，这么不懂事情，深深的伤害他们这么多年。我今年都快30了，我从来没给我爸爸妈妈洗过衣服做过饭，我的屋子都是爸爸妈妈收拾，我太不懂事了，我跟弟子规一比我差得太远了。他说胡总让我们做一两件事，我利用一个周末我下了厨房，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，我就给爸爸妈妈做了一顿素菜，我相信我那菜肯定做得不好，很多菜都做得不熟，我爸爸妈妈坐在桌边上眼泪就下来了，说30年了我们第一次吃女儿做的饭，每道菜都香，每道菜都好吃。所以而且他说我原来烫了一个爆炸头，穿的那个牛仔裤是露着膝盖的，我爸爸妈妈
老说我这个不成样。我学了弟子规之后，我知道关闭正、扭闭结、袜与履、聚紧切、上循分、下称家、衣贵洁不贵化。我穿着这个衣服跟我的身份不相称，让人家讨厌啊，与我的工作环境不相称，与爸爸妈妈的要求不相称。我就这一条穿衣服犯了弟子规就七八条。我打那以后再也不穿这种衣服，到了理发店把发型就改了，而且不吃油炸的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人也消瘦下来，就和换了一个姑娘一样。爸爸妈妈在给我们写的表扬信当中说，这个姑娘我们好好说过，我们也打过，我们也骂过，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想改变这个姑娘，始终就没有，就不奏效。是什么东西这么大的力量改变了一个我们的女儿？她是我们老两口唯一的希望。我们今天都退休了，我们后半生取决于女儿孝顺不孝顺，取决于女儿对我们好不好。是公司把弟子规介绍给她，还给我们一个幸福孝顺的女儿。谢谢公司。我觉得我这3000块钱花得特别值啊。还有员工在给我写的报告当中说，他说没有学弟子规之前，我们是冲着钱，因为我们一月的工资800块钱，胡总给我们3000，相当于我们3个月的工资、4个月的工资，对我们来讲呢，一年的1/3的收入，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。当我们真正背到弟子规、做到弟子规之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当我们走进弟子规的殿堂，这3000块钱算什么？各位朋友，这是出自于一个月只挣800人民币的一个年轻的员工的心里话。3000块钱算什么？当我们走进弟子规的殿堂。所以我在企业落实弟子规，我当时真没有想到，我落实弟子规之后，这些员工会对公司有什么回馈，会怎么样改变他们的劳动态度，怎么样改变他们的工作效率，怎么样让老板更多挣钱，我真的没有想这个啊！我向阿弥陀佛保证，我没想这个啊。但是我们在2007年优秀员工评比大会上有很多感人的事情，让我觉得简直是我都不相信我自己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有一个员工，我们卖的是锅炉，挂在墙上叫壁挂炉，他上去维修这炉子，同时这个炉子是挂在厨房，厨房正在装修，地下都是木板、钉子、材料。他维修完这个炉子之后，他下来取工具的时候不小心4厘米长的钉子他踩上去，把脚面扎透。当时这个家的主人很冷漠，说你自己不小心不看着，你就怨谁啊？这个员工给我写的报告当中说，当时我真想上去揍他，我都扎成这样，满脚都是血，血都从鞋里流出来，他还这么说我。但是我一想到公司的教育，不能这样做。他把这钉子拔出来，
又上去把这炉子修好，还把地面擦干净，离开了这个家庭。我就问这个孩子，我说你不到二十岁，你哪来的这种觉悟？钉子把你的脚面都扎透了，你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到城里来，你有一千条理由你可以带着病回来不继续工作。你病了吗？伤了吗？我说谁能说你什么？你知道这员工怎么说吗？他说我当时也没想什么，我就觉得别给下边的组长添麻烦，我修完就完了，省得别的同事再来把炉子修好耽误人家用。你看看，我说你不是共产党员，你也不是佛菩萨，你怎么就能想到这么做？我说我得好好的给你鞠个躬，我说我52岁我做不到，我说你此时此刻就是上帝的博爱精神，你此时此刻就是真主的精神，你此时此刻就是佛菩萨的行持，一点都不迷信，你在这一时刻表演的就是圣人。圣人是什么人？做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说你做到了。我们公司有很大的一个维修部，维修部的工人全是农村招来的，他们没有文化，没有上过大学，甚至高中都没上过，他们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，他们也没有钱，他们在城市打工，倍感世态炎凉，他们在城里上班非常不容易，城市人家里有钱有房子有地位，同时一个被修，一个是修，服务跟被服务这种关系，我们的员工其实是处于非常非常的劣势，他们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能做出这样的事迹。而且我说我们维修炉子全是一个人去维修啊，你的旁边没有领导啊，没有人监督你啊，而且公司也没有规章制度说脚扎伤了还必须完成工作，也没人扣你的奖金啊，谁能说什么呀？我说你这个，你看这对我就对弟子规就有信心了，一个是我自己爱的启发，再给一个我看一个员工农村来的，大字是不识几个，他能做到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是本性现前啊，谁把本性给启发出来的？弟子规。那大家都看不起农村人呐，都看不起这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呐，都看不起没钱的人呐，都看不起没有文凭的人呐，但是他比那有钱的有文凭的有房子的有境界，他是幸福的，他是充实的，他绝对不会得焦虑症。所以我就是学弟子规，大家问我信心从哪儿来，我给大家从我开始讲，一直讲到员工，讲到男员工女员工，讲到低端员工，上到老板，没有一个不改变的，没有一个不得利益的，企业都可以用弟子规，还哪儿不能用啊？啊，说
弟子规做到容易吗？真不容易。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，我有个儿子是8岁，小学2年级，我们爷俩在一起，家里头落实弟子规，说瞎话随口就出来，连脑子都不走，习惯了。我跟我那销售员说，有一个项目，你帮我约这个经理出来吃饭。销售员帮我约上，约上之后他给我打电话，约上客人很不容易啊，咱们求别人要卖炉子。这时候我已经到家了，我挺累的，他给我打手机，我就说你就编个瞎话，你看，说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你就编个瞎话，说我今天晚上有事儿。我这儿子在旁边就听见了，说爸，凡出言信为先，诈与妄奚可言，您说诈是胡说，妄是瞎说，你还让人编个瞎话。你看8岁，我当时特别惭愧。你说在弟子规面前谁不是学生啊？老师不是学生吗？家长不是学生吗？老板不是学生吗？52岁的人不是学生吗？都是规呀，夫子之见。所以在弟子规的面前，人人平等，人人都得受教育。所以我在公司这2年落实弟子规，大家最后呢，刚开始是犹豫怀疑，说胡总现在用弟子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说真的，真的哈。那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标准是不是就以弟子规为准？我说对。那咱们就省事儿，很多公司的会不用开了，很多的报告也不用打了，因为我们学会弟子规，我们就照着弟子规做，您是不是就满意？我说绝对满意，不仅满意还给你们奖金。说这真的吗？我说真的。他说弟子规上说，我那销售部经理找我，过能改归于无，唐掩饰增已孤，咱们公司有个事儿做得挺差劲的。当时我那脸就拉下来了，我不高兴啊，习惯了不允许员工说公司不好，员工跟我反映情况说公司有问题，原来他们从来不说，为什么一说我就发脾气，我就骂他。所以你看公司的问题反映不上来，公司的问题反映不上来，谁最吃亏？老板最吃亏，员工他一个月就拿那么多工资他就走了，你老板的公司制度程序工作当中存在问题，那公司受损失，公司是我的我就受损失。所有的学了弟子规之后，过能改归于无，唐掩饰增益孤，这员工主动挑战我，我当时特生气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？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从头讲。我们有一个项目卖炉子，这个项目的老板是我的好朋友，人缘好，他呢特别喜欢我，他愿意把这个项目给我。人缘就是福报啊，你看我多有福报啊，竞争对手没得竞争了，那这是福吧，是福，总在遇缘不同嘛，
我跟这老板认识，招投标就走程序了，我比别人贵，他都买了我的，你看多好的一件事儿。竞争对手没拿到这个合同，我的价钱还卖得挺好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福报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出身于豪门贵族，有些人出身于贫困家庭，这个不平等，福气不一样。但是如果这个福气不在智慧的指导下使用，这个福未必能留得住，这个福未必能给你带来利益，大家信不信？真的。所以要福慧双修，光有福没有慧，那叫痴慧傻慧。你有慧而没有福，你可以慢慢修来福，因为你有智慧。这个项目我有福气买了我的，结果呢，这个项目是复式，两层楼，炉子安在一层，热水要打到二层，这个距离有6米。我做过这样的项目吗？没做过。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进退错。你说这弟子规在这等着我呢，你就答应了。当时没学啊，拍了胸脯了，没问题，二层有热水，绝对保证供应。我回来以后，我把合同给签了。我没有做过这个项目，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理论上能实现的，未必在工程上能实现。所以，科学跟应用科学是两个概念。科学要能被应用起来，并且得到实效，是要通过试验，通过实践，通过不断总结，不断提高，不断完善。事务茫茫多错，勿畏难勿轻略，我全给侵略了。我如果当时要学了弟子规，我肯定得先翻弟子规，我这事儿能答应人家吗？我不能答应人家，我没有啊。凡出言信为先没做到，是非宜勿轻诺没做到，事务茫茫多错没做到，我就这一条，最后一个泛爱众没做到。人家老大哥对你那么好，把合同给了你，你对得起人家吗？你拿人家钱，你给人完成得了工作吗？江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速与。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供应商，你会什么感受啊？你明明信任他，你给他价钱还高，最后他糊弄你，他们不能干这个事情。你说生意场上不能用弟子规，我是180个不愿意，真能用。关键是你老人家愿意不愿意用。怎么办？关了门做试验，说呀，这个热水确确实实达不到二层，因为我们的泵扬程距离只有3米，人家要求6米。那怎么办呢？再买一个泵，接在这炉子的外边，它叫外置泵，放在外边。这个泵要放在厨房，泵是有噪音的，这个噪音很大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买高级的泵，这个泵叫屏蔽泵，它把那个噪音屏蔽住了。我一说大家就明白，屏蔽泵900块钱，普通泵200块钱，差700。你看我有福气吧，我拿到这合同。你看这一步步，这个福给我带到一个什么结果？没有智慧，欺诈嘛。我为了省钱，我就买了普通泵。买了普通泵之后，我就给人装上了，装在厨房。最后客户投诉，说噪音太大。客户怎么说的？我们家这个锅炉一开，家里就和开坦克似的。这还是意大利的产品，你们骗谁呀？意大利怎么可能这么大的声音啊？我们天天晚上做噩梦，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一样。这个
这个开发商就着急了，人因为这个买了房子，这些人在找开发商啊，说这个泵不行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水是达到6米了，噪音大，噪音大不是技术上解决不了，贪心，要贪这700块钱。那这个时候还没学《弟子规》，怎么办呢？又不愿意花钱，要省这700块钱，我就把我那总公司叫来。你说这老板这贪嗔痴慢啊，这个习气，我说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反正不掏钱，你要把这问题给我解决。你说这种老板，你要求你的总工程师在不花钱的情况下把这个噪音问题解决，你这不是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？你明明知道这个泵出了问题，你也知道这个屏蔽泵要900块钱，你让你的总工程师怎么办？你不是逼良从娼吗？你说这种员工在这种公司工作，他心情能好得了吗？他成天跟着你的老板骗人，你是骗到钱了，他呢心里很别扭，他搞技术的。最后大家猜猜他采用什么方法？嘿，失眠。失眠啊，5毛钱都不用，失眠能隔热能隔音。你看他就把那泵旁边用石棉包起来，噪音是没有了，泵86度，这个热往哪儿去啊？没地方去，泵就烧坏了。好，解决一户5毛钱，我这高兴，400多户，对吧？这算什么钱？2000多块钱，原来呢好几万，十几万，结果给人弄坏了，泵给烧坏了。人家开发商找我来了，他说哪有你们这么糊弄人的啊，噪音大了你给我们塞上石棉，给我们隔了噪音，也把热给隔了，热散不出来。结果全部把这个泵换回来，这个项目本来能挣40多万，结果赔了20多万。赔钱就完了吗？这个老板对我什么印象？我以后他跟我说我还有项目，我还敢找你吗？啊，你这不是杀鸡取卵吗？谁跟你打了交道你就坑谁啊，谁跟你有过合作谁就是一肚子的委屈。我是以后再有项目我也不找你了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说大哥你再看看，我下一次我学弟子规了，我下次一定不给你塞失眠了。所以蔡老师说弟子规是智慧，我当时真的不以为然，什么智慧啊，这小孩背的东西啊，糊弄糊弄老头老太太行了，像我们这大学毕业又是硕士研究生，这叫智慧啊？我真看不上。这件事教育我，确确实实弟子规是智慧。你有了弟子规指导你的生意，指导你与人相处，百战不殆，不会失败。交一个朋友变成一个好朋友，一门生意结一个善缘，合同你能挣着钱，人家还对你竖大拇指说你这个人不错。你看弟子规能挣着钱，为什么？你做事规矩，中规中矩，你守诚信，你把别人的事情当你自己的事情办，将家人先问己，你没有一个合同你是不会好好处理的，所有的合同都是成功的，你怎么可能最后生意不好呢？啊，这没这个道理啊。为什么？要是我也会再找你啊，对吧？
我教给你一件事儿，你把我的困难解决，我所有的项目教给你都非常漂亮，那我下次再有这个事情，我找谁不是找，我买谁的东西不是买，我买谁的东西都得花钱，你我信得过，因为我有经验，经验告诉我跟你在一起 OK。 行了，这个雪球就滚起来了。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，弟子规是智慧。它是什么智慧？它是标准，它是标准的智慧。它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换句话说，它告诉我们如何做决定。凡事临头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抉择，我们到底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。我告诉大家，学了弟子规，往左边走也对，往右边走也对，左右逢源，真的。所以我学了弟子规之后，我在公司就再也没发过脾气。不仅没发脾气，对员工开始用您这个字，这是我根本想象，我对我爸爸妈妈我都不用您，我现在对员工能用您了啊。而且我学了弟子规之后，我把这个标准交给员工，我再也不开会了。我2007、2008两年我没召开过会，我没有签过一张报销条，我公司一年支出1800万人民币的费用，我董事长没有签过一个报销条，我完全把这权利下放给这个员工，下放给各级领导。大家觉得悬吧？啊，他一签字就报销了。那财务不干啊，说胡总，这制度行吗？我说你要相信圣贤人的教育啊。我说你看美国这个开价购物啊，大家都去过美国这个五金商店买这个螺丝啊，螺栓呐、啊，买这个东西，你看他是随便挑的，挑完了以后你自己装，再装在信封里头，装多少你自己写上数，10个1美分，你装20个你就填20，他从来不打开检查。为什么？美国有个理念，客户的一分忠诚等于我们100分的管理。你尊重客人，客人在这里得到了尊严，他不会轻易的丧失这个尊严。结果美国这个连锁店五金商店一年的损耗量2%，而在没有实行开价服务的时候，他整个销售量跟开价服务以后的销售量比提高了80%，方便了，得到尊严了。你看，虽然20%是损失，但是提高了80%，原来只卖20块钱，现在卖100块钱，100块钱我就是2块钱的浪费，我还挣98，我比原来那20块钱还多挣了78块钱。大家一看我算这账，就知道我是做买卖的哈，比这弟子规熟是吧？是吧？我说人家美国人没学习过弟子规都有这种心量，我们是中国人，学了弟子规在公司都落实了，我们都不敢用。哎呦，他说胡总，这要是有不自觉的怎么办？我说有不自觉的，我认，我上辈子欠他，我还了就完了，帮我消业障，我感谢他。他说这真的，我说真的，这就说这个一人签字就报销啊，这副总啊，原来副总经理以上都是我签字。
两年了，我就问我的财务，我说有虚报的吗？有瞒报的吗？没有。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欠他的。我说你不相信，我相信，我做给你看。我干嘛呀？我是守株待兔，我从来不主动找我的下级开会。在这儿可能有企业家的老板，开会是很司空见惯的，销售策略、价格体系、员工团队，是吧？这个售后服务事儿太多了，我从来不管。大家说你是一个不作为的老板吗？不是，他会找你来，他会敲门到你的办公室。这个时候，大家要提起正念，特别是老师们，学生找你们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都是宣传《弟子规》、落实《弟子规》、教育《弟子规》的好时候。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教学相长、教学互动这种实习啊，学而时习之啊。我给在这儿大家举个例子，2003北京是 SARS， 中文叫非典，03年到今年五年了，当时我们这个锅炉安装工地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不能互相见面，都戴着口罩，可能马来西亚福报大，你们这儿没 SARS， 我是从 E 区来的啊，那不能签合同了，人也不来办公室了，怎么办呢？打电话 order， 说你给我那个工地送多少多少挂钩，送多少多少螺栓，送多少多少这个什么什么材料，就是一个电话，不能见面了，楼也不让进了啊，到时候给你结账。这么着12900块钱我欠人家，为什么呢？经理走了，非典之后他离开公司，这个账呢人家找不着人要，找不着人要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找到原来这个经理，他说你得还钱啊。经理说得了吧，还什么钱啊，你真不懂事儿，你后边不是还有生意呢吗？人家每年都给你生意，对吧？2003欠了你10000多块钱，2004给了没给你合同？给了合同，给合同你就别提了，啊，你就吃这个哑巴亏吧，你好意思跟人要钱吗？你看这个北京这个习惯啊，马来西亚肯定没有，该给人就得给人家。说这家小本经营，你想10000多块钱对人家来讲是个大数，最后就告到西城区法院，我们就接到这个传票。我们公司有常年法律顾问，这个法律顾问我们一有官非，一有官司，首先找这个法律顾问。法律顾问一看一算时间，五年已经过了，大家知道这五年叫什么吗？诉讼期已过，就是说我不给你都可以，过了时间了，法律规定五年之内你要，你不要过了五年这账就算了。我那个经理找我特高兴，他说胡总，咱这钱可以不给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是律师说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律师说五年的诉讼期过了，他这个官司一定打败，而且他还得付诉讼费，谁让他跟咱们打官司的，该。梁会长是律师是吧？我说我当时你也心里高兴啊，12900块钱，我说这不合适吧，欠人家的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，都这样啊，现在法治社会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咱们要这样人家也别人也不给咱们，您知道吗？我说我想想，我说这个不能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我就跟大家说啊，能亲人无限好，这办公室有一本弟子规啊，
我这人老实啊，学了弟子规老实，咱们真听话。我就翻开弟子规，借人勿虚名求，倘不问即为偷。大家看看，借别人东西都不能够贪为己有，你这钱还是人家的，人家没借给你，你用了五年，咱就不说你赚了多大便宜，人今天要上门来了你还不给，借给你的他主动愿意借给你的你都得及时还，更何况这个东西连借都不是借，你就留下来了。用人勿虚名求，倘不问即为偷，用还还呢，不问都算偷啊。我这12900根本就没打算还，我这不是犯偷盗吗？啊，我一想不行，我就把这经理和这律师叫回来，我说我反正不能听你的啊，我听你的我肯定得下地狱啊，所以大家跟律师打交道一定要小心，他都是帮助你争利的啊。我说我们得给，我说你把他叫回来，你们跟他谈，第一公司一分钱不少还给他，第二道歉啊，要做到。他说你胡总您为什么呀？我说弟子规上做的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所以钱就还了。还了以后那家呢就到西城法院把诉给撤了，撤了以后呢跟我们经理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这种人呢啊，这个五年诉讼期都过了，一分钱不少也没商量就全还给咱们了。哎呀，不是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价格报的稍微冒了一点，实际上只有8000块钱，你给我8000就行了，真对不起，你让我们特不好意思，你看对吧。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？弟子规要用，学以致用，而且领导要带头用，老师要带头用，熟能生巧。我现在基本上在公司遇到事情不用再请我的下级回去，我再关了门看弟子规了，基本上一分钟之内就能哎，一分钟之内就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啊，正确决定。10000多块钱小数啊，你一年挣1亿多是吧，1/1大了行不行啊？弟子规管到10000块钱了，能管几10000吗？刚才我跟大家说了，背下来给3000，30万，这个关我过了。上100万呢？我的同事说，胡总您弟子规稍微学学就可以了，你可不能拿它当饭吃，你这老这么学你可不行，你这么着会你也不开了是吧，报销你也不审了，公司的财务你也不问了。哎，我说儒家有一本书叫了凡四训，你看过吗？我说我这一辈子挣多少吃多少喝多少是定的，你们东边偷了我西边就来，你相信吗？他说真的。我说真的。哟，他说了凡四训是这么说，我是这么说的，是吧？孔凡那个孔姓孔的算命的给他算了。哟，去年冬天还真遇到这么一档事儿，找我来了一个员工修炉子，售后服务部的。我那经理气哼哼的满脸通红进我的门，胡总这个事必须严肃处理，杀鸡给猴看。我说你别着急，我说什么事儿杀鸡给猴看？他说东北来一个员工啊，
今天修完炉子之后拿了3880块钱回家了。春节我因为炉子都冬天用嘛，回家了，把工作服跟门卡还钥匙放在一个超市的柜台上，让我们去取。3880块钱，我说那你们怎么办？在座的老师各位大德，真刀真枪啊，这时候弟子规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售后服务部所有的员工都是独立作战，每天手上都是上万块钱，这杀鸡给猴看是有道理的，我们公司怎么对待这个员工，杀一儆百啊！50多个维修工如果都这么学，你看他很正常，他是为公司考虑，这个经理也就说明这弟子规没做到，学的还不熟啊。我说那你们准备怎么办？他说我们准备立案，这属于盗窃侵吞公家财产，到法院。我说那你们去了吗？他说我们去了。法院立案了吗？他说没立。为什么？法院说5000人民币以下的不给立案。梁会长在吗？不知道马来西亚多少钱以下不给立案。然后我说那下边该怎么办？法院说这个事情必须得找公安局，偷盗5000块钱以下归公安局处理刑事案件。我说你找了公安局，他已经回东北了，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拉回北京来。他说您在北京有关系，花点钱走走后门，让西城公安局派两个干警到东北把他抓回来。我说你等等，我这我肯定不干。我说你还别说我学弟子规了，我没学弟子规我都不干这事。我花钱私盐当着公盐卖，我买通公安局，我回去把人抓来，为什么呀？那不就是因为胡小林损失了3880块钱？那不就是因为怕所有员工向他学习吗？自私自利呗。他说那公司怎么管？我说你不信我信啊，如果大家都向他学习挺好，欠的账我还了，大家都帮我还，我包袱轻了，我在弟子规的菩提道上我越走越快活。那要是没，要不是你上辈子欠人家呢？我说那叫布施。你挣钱干什么？他说明他偷他需要啊，用了就完了呗。你至于的吗？这么忙的时间你弄俩警察到东北把他抓过来，就是要解这种心头之恨，就是要杀鸡给猴看。你看看这个。我说这公司是我的啊，你听我的，我这不能听你的。他说那胡总要出了事儿，我出了事儿我不埋怨你，你听我的。2008年4月份天暖和了，供暖季结束了，炉子不修了，我就把这经理请到办公室。我说这一个冬天鸡也没杀，你们的猴都怎么样啊？有人走第二个例子吗？这么做吗？他说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学这个员工。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，咱们得感谢这个员工，暴露了公司管理上存在的问题。你看你在国外开车，你不能把这包放在车上，你引诱别人犯罪，对吧？我们如果冷静，如果没有烦恼，如果我们抱着一颗爱心，你看我们智慧现前，发现公司在现金流程上存在问题，这个不是这个员工，当然他有他的问题，不能说他偷东西就对，但是作为我们来讲，我们应该检查我们，是吧？我说你们这些经理一年挣多少钱？他说连奖金带双薪一年挣个10几万。
我说你们每个月维修炉子上百万现金，你们为什么不偷啊？你们最方便了，每天这个钱从维修工交给你们，一个月100万，一天平均3万。你把这100万留下来，你10万人民币年薪能管10年，就这一个月，不能说引诱不大。为什么不偷？再有一个，你们那个仓维修站有一个零备件库，修炉子零备件，价值多少万？700万。我们为了冬天修炉子，我说管这个炉子、管这个库的这小伙子，25岁不到，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？他说2500。2500一个月的工资，管700万的备件，钥匙就在他手上，丢过吗？没丢。我这还不明白吗？了凡四训，好好看啊。君子乐得做君子。而且人员工怎么说？你看人胡老板，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这家是真差劲，是吧？偷了人家钱就走，你看人胡老板从来不计较，这种公司真不错，又交给我们弟子规，又给我们钱，出了事以后，你看对待员工能包容就包容，能原谅就原谅。我员工焕发出来的积极性，就刚才我跟大家说的，4厘米的钉子扎进去他都坚持把工作做完，这哪是3800能买到的精神呢？你380万他也不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学弟子规关键在于信心啊！我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第一个题目，就是老板要真干啊，老师要真干，家长要真干。第二一个，须臾不离开，怎么干啊？每天就住在弟子规上，起心动念、穿衣吃饭、行住坐卧，除了弟子规不想别的。弟子规让做的坚决做到，弟子规不让做的坚决不能做，想做都不能做，忍着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咬紧后牙关，真想做真不能，真不能做。第三个就得有信心，关键取决于信心。我在北京宣传弟子规，讲我的体会，大家听的时候都点头，都觉得有感触，一碰到实际的事儿，信心不足，信心不足，信心不足你走不下去，你容易回来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太习惯于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我们对这个东西太熟悉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，无论爸爸妈妈、妻室儿女、同学朋友，你这么做都给你竖大拇哥，对的，你不争谁争啊？你不打官司能行吗？他揍你，你不揍他可以吗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不行，错的。弟子规没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是吧？就不能听啊，真的不能听，是吧？所以一定要有信心。我今天来到这儿，实际上我学算什么？跟各位大德、跟各位老师比，我真是芝麻的一点成绩，有点体会。就是因为有了这么点信心，就是因为坚持咬紧牙关，克服自己的习气，真的是喜悦，真的是喜悦。大家说，那你能挣着钱吗？这是大家最关心的。你这成天练弟子规啊，员工出事你也不罚，欠别人钱都还，是吧？对谁都是宽厚、容忍、包容。2007年，大家都知道是奥林匹克的准备年，北京的工地基本上不开了啊。这07年过去了，我从07年1月1号开始，
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我说我这一年啊，我就信弟子规一把。我拿出1800万，我当时跟我夫人说，我夫人也在公司啊，她不干呢。你看学弟子规是有障碍啊。他说这行了吧，这1800万开玩笑，你像我们一个月100多万的费用啊。我说咱们今年啊落实弟子规。弟子规不让做的坚决不能做。弟子规要做的花再多钱也得做了。2007年我的生意提高30%。我一年卖25000台炉子，这是正常年景，好年景。我去年卖了31000，多了6000台。一台赚1000块钱，600万。我原来一年的销售额1亿2000万到1亿3000万，我去年1亿7000万。这一年可跟我平常的一年不一样，我没开过会啊，我没发过脾气，我没签过报销条，我对员工和气，我出去应酬我全带的是周永山老师的健康饮食，我公司的资料我从来不带。是吧，蔡老师的幸福人生讲座，茂森博士的这个母慈子孝啊，老法师的雍正皇帝上谕，全这个是吧。我刚开始啊还有功利心，什么功利心呢，我愿意给我的客户，因为他买我炉子嘛啊，那我想呢，我跟你们吃饭，我请你们，我花钱，我给你们送这些法宝，哎，你不就对我生欢喜心吗？哎，你就觉得胡小林这人可靠吧，老实吧，学了弟子规不骗人了吧，从他那儿买东西货真价实，你看他还有一个自立的这种想法。所以我的法宝都送给我的客户，我觉得这叫做回馈社会，回馈用户，我从你们身上挣的钱我还给你们。所以说啊，自私自利的生活是病态的痛苦的生活，就像我没学弟子规一样，推己及人的生活是健康的幸福的生活。我现在正在从病态的痛苦的生活逐步向幸福的健康的生活前进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是有自己也有别人，这个人字儿，一个单立人右边两横，用胡雪岩的话来说，上半夜想自己，下半夜想别人，用孔老先生的话说，推己及人，用弟子规的话来讲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速于，都是一个道理。哎，这里边有我，但是已经好得多了，因为他有我还有别人，他已经就幸福和健康了。如果说能从这个境界再走到一个无我的境界，呵，那您就无量了。什么东西无量？寿命无量，智慧无量，财富无量，德能向好无量。哦呦，信吗？我真信，我刚走第一步我已经幸福和健康了，我一定要走到这个无量的世界里去。所以弟子规解决幸福和健康，蔡老师说的一点都不错，这才到哪儿啊，有自己还有别人。如果再试着把自己放下，做这些好事的时候再没有了自己，那个福报更大，更愉快，更从容，基督教那叫天堂的境界，佛教叫西方的境界，是吧？这真是的。我现在开始也有应酬，
原来我应酬是硬着头皮啊，我不愿意啊，我一应酬我就喝酒啊，我就痛苦啊，而且全是求爷爷告奶奶，不是瞎话就是胡说，不是酒话就是瞎话。你没喝酒之前说瞎话，喝完酒之后说胡话，也加上我姓胡，你说这也没办法。哎，现在不了，第一不喝酒了，清醒了。第二呢，有机会呢就给人讲讲健康饮食，讲讲弟子规，哎，讲讲母慈子孝，哎，把这东西给大家讲讲。原来是给客户愿意啊，到客户的公司去给人家讲，就像今天一样啊，给客户有200个员工我就送200份资料，我这个我舍得。现在到了一种境界，什么呢？不是客户，跟我没关系的，我只要有缘，坐飞机啊，到餐厅啊，是吧，打高尔夫啊，是吧，这个到医院呢都送。而送完以后呢，原来电话不愿意留给这些跟自己没关系的人，现在愿意留了。留完以后他们跟你交流学习体会。哎，都胡老师，你看他们也管我叫老师哈，我这挺惭愧的，其实我这老师啊，大家现在都不叫我胡总了，叫我胡老师啊。您说说弟子规这条我应该怎么做啊，经常有这种电话，我特别高兴啊。业务上的电话越来越少，业务上的应酬越来越少，而且即便有应酬，全是弟子规，全是传统道德教育，别提多高兴了。我这一顿饭花5000花6000，我觉得特值得。这个社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总得有人干点什么呀。所以为什么这个解和这个行要相应呢？弟子规很好理解，错了，弟子规真不好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行，你对他解得不深。你只有真干了，你再回过头来看弟子规，字字真经，字字真经。千万千万别小看这1080个字，能给你带来幸福，能给你带来健康。所以呢，上半堂课呢，我就先给大家汇报到这儿，咱们休息完了以后再跟大家见面。如果大家愿意听我再讲，如果大家不愿意听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